石室圣心大教堂位于广州市义德路，历时25年始建成，是天主教广州教区最宏伟最具有特色的一间大教堂。教堂占地面积27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壮观的哥特式建筑之一，也是世界上四座全石结构哥特式教堂建筑之一，可以与法国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教堂坐北朝南，平面俯视为典型的天主教建筑式设计，拉丁十字形，正面如是一对双尖石塔，东侧是一座钟楼，西侧则是一个大钟，大门正上方有一个标志性的巨大花窗，尖塔的四扇门窗都镶嵌着法国制造的彩色玻璃，东侧和西侧的外墙建有飞拱和飞浮壁。教堂内从大门到祭坛两侧各以十根巨型石柱把空间分为中厅主体和两条侧廊三个部分，树柱的底部装饰以麦穗，出口处是传统的中国式石狮。教堂正东西三面均有圆形玫瑰花窗，石室圣心大教堂如今还屹立在原来的位置，经过百年岁月，斑驳的墙体也似乎在向每日熙熙攘攘的人群诉说过去发生的故事。